2009年的时候被我们飞利浦收购了。然后这一台 CEO 其实呢，是我们目前就是出货最高级的一台。对，然后这台是这边是放豆子的地方，然后我们是用陶瓷研磨刀，就是它是平行磨法，不会用不像不锈钢会影响咖啡豆的品质，这个不会。而且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调整咖啡的细致程度，然后这个地方我们是可以放咖啡粉的。对，然后这边是加水的地方，我们水会有滤芯，所以你不用怕就是水会脏还是怎么样。然后这个地方你可以摸它是温的，我们有温杯的效果，然后再泡一杯。泡卡奇诺。然后这个地方它是调整，就是espresso上面会有一层香味的来源泡泡，那是 crema， 这边可以调整它的浓度。它比较慢，它在帮我们咖啡豆做一个湿润的动作，叫醒豆。你可以看到它的奶泡打得非常绵密。这个管线，对，然后我们要清洗的地方啊，我们只要倒这个水，然后还有里面这个打开，还有清洗这个地方，咖啡渣跟水的地方，对，然后这一整个是它的心脏，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拉出来用水冲洗都没关系。然后像这台是非常人性化的，就是它里面的管线啊，在我们开每开机一次，它都会自动帮我们清洗一次，所以你没有清洗上的困扰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像这个牛奶，你一觉得就是放着没有冰会坏掉，我们只要把它拿起来就可以放在冰箱里面。对，所以你不用怕会坏掉，就是你要上班了就把它冰冰箱这样子。对，然后这整个全部都是可以拆起来清洗的。像这一台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有9种咖啡，六种使用者的设定，这边可以设定6种使用者，就是它会有爱心形状，然后有花的形状，就可能你要的咖啡浓度，然后牛奶多寡这样子，都可以一个人的口味设定，它有记忆的一个功能。